我是宋禅院，是战俘所，宋禅为道生命的人，他爱之自豪感，我几天也在工作。一二三四，我的双腿无法休息呀，我以你为荣的职业。接到客人的订单后，我马上就出发。打气就像人生中是没有难处。今天我是一个失败的送餐员。一二三四，为什么这么不作业？不作业，三个人偷了我的外卖食品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一二三四，我相信努力终会有结果，我继续练习。寒露如霜，为了找回我珍贵的东西。一二三四，产生各种苦难，历经艰难的风浪，终于才找回来了，重新接起做外卖的使命。没有人能打败我，送餐是我的生命。即使我死了，我也会为我的客人奔跑。一二三四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送餐员，完成送餐的好人，我是送餐员。